本节目由懒人听书荣誉出品。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小聚给您带来的长篇市情小说《金瓶梅》。这里有雅有俗，有您知道的，亦有您不知的人间百态。男欢女爱，如您未满十八周岁，请自觉离开。欢迎各位听友的收听。 《金瓶梅》来了，各位听友，大家好，我们继续书接前文。那上回书咱们说到呢，这一行等娘们等众人啊，就把这门娃娃亲算是给定了下来。那当然，这里边除了一个人不高兴之外啊，其他人还都是比较欢愉、比较开心的。这不高兴的人，前文咱也说了啊，就是潘金莲，小心眼儿嘛。 那话说，这亲上加亲之后，哎，这一行这个夫人团啊，等等众人，那又重新围坐一团。那当然，重新围坐之后呢，有三个人的打扮已经发生了转变。这三个人是谁呀？分别就是吴月娘啊、乔大户的娘子以及李瓶儿三个人。那话说，文中说到呢，这三个人啊，这头上都簪了花，身上呢也挂了红，然后彼此递了酒，各自都互相拜了。 啊，这拜什么就有点像拜堂一样，这个走一个仪式嘛，走一个形式的过程。虽然是娃娃亲，但是这个啊，娃娃从小抓起嘛，啊，这个把啊这个大人上的这个礼节先做了。于是呢，就重新摆布酒宴。那话说那个时候嘛，这个厨子也懂事上文书咱也说了啊，这个会打赏小费的嘛，所以说厨子马上又重新上了一道头牌头菜，是吧？这个头菜是什么？哎，就是一个。 叫果馅儿的寿字雪花糕，哎，然后呢是喜重重满池娇并头连汤，哎，这是什么？这个是一个是喜，一个是寿啊，这是象征一种吉祥如意的意思。那所以说，政府和吴月娘等众人此时的心情，对吧？我正为我这个，哎，这个我这个儿子，虽然不是我亲生的嘛，但是你在这个户口本上，哎，你是属于我的嘛。 所以说吴月娘这心里啊正是开心，一看大厨子端上这道菜之后，那心里边更是爽的不得了。于是呢，连忙命戴安说：“打赏这一批大红与这厨艺，哎呀，这就比啊赏点银子更加的值钱了。”然后呢，俺、啊、说这俩妓女啊每人也赏一批。那彼此这些人呢，全都磕头道了谢。那这个东西就价值不菲了嘛。 那这乔大户的呢，这个媳妇儿啊也不起身，也在后边是陪坐。然后呢，是东一道菜西一道菜。那这毕竟关系越走越近嘛，所以说一定得把这关系啊笼络得更好。那最后呢，这一行人等大概吃到了一更时分的时候，这月娘啊才勉强那说这太晚了啊，是吧？我这个真得回去了，再不走啊，这到家这个路上也太过漆黑。那个时候又没有路灯，全是靠这个啊打的小灯笼嘛。 那所以说呢，哎，说这个时候太晚了，那我这明天呢，哎、呃，这个你们一定要登门，哎，再上我这儿来一趟，我们这边家里边做东，咱们彼此也好寒暄寒暄。这乔大户的娘子就说呀，哎，说亲家盛情，这个我们理解，但是明天啊，恐怕这个过不去，是吧？怕这家里边，你看这个酒席啊，才摆完，可能后续啊还有一些工作啊要做要处理。这吴月娘说的说。 好亲家是吧？家里的事咱聊聊再说。不行，我给你派几个小厮帮你收拾，帮你处理。那你就别见外，明天、啊、你就过来。于是这吴月娘转身做了一个很绝的事啊，这什么事呢？就跟自己的这个嫂子吴大妗子就说：“说你今天啊啊，你别回去了，那对吧？你就留在这乔亲家家，明天早晨你跟他们一起过去。” 哎，那话说这吴大进呢？咱言外得说一句，因为吴大进的这个人和吴月娘的关系真的非常的近。你看吴月娘任何有心里的啊、哎，有事想说呀，或者说有事情想表达呀，他找谁呀、啊？其实他都找这个吴大进的。那把吴大进的留到这个乔亲家家，什么目的？ 那目的就是明天早晨你不来，你吴大进子把他们绑也给我绑来。那当然不是说只让吴大进子动粗，只是说有一个人在这儿，这个哎人怕见面嘛，这个理面上就过不去。那你在这儿，我求着你，你过来，你还不来吗？如果说光派一小厮送一信邀请他过来啊，人随便找个理由就推脱了嘛。于是吴大进子此时也便担负了非常艰巨的任务。那话说这吴月娘。 就把这个，哎，这个把吴大金子啊，算是留下了。哎，那你说这个吴月娘为什么第二天非要把他们再请到家中呢？哎，其实说白了，也就是为了让西门庆再去看一下，哎，让西门庆了解一下，哎，就说我给你介绍的这门亲多好啊，是吧？给这个娃娃亲啊，介绍的多棒。那其实后边西门庆的表现呢，和吴月娘的想法有点事出愿为。那于是。 把这吴大进的留下之后，这吴月娘等众人便这个一字排列啊，返回府上。哎，那书中有一句话描述的，我觉得有必要给大家啊详细的说一下，是吧？这文中是这样说：说头里两个排军打着两个大红灯笼，后边呢又是两个小厮叫打着两个灯笼。哎，不知道各位能不能看出这个区别在哪儿？头里两个排军，哎，咱知道这代表什么？ 这代表西门庆是官府中人啊，你当官的嘛，所以前头要有两个牌军给你打着两个叫做大红灯笼。哎，等后边这两个小厮呢，是打着两个小灯笼。呃、啊，虽然这俩小灯笼可能从价值上那不比前面那个差，但是你的身份和地位其实是差很多。说到这儿啊，就让我想起一个例子。这例子是什么？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要了解什么？ 就是出场顺序，出场顺序非常的重要，有些时候甚至可以危及到我们的生命，对吧？你必须让当官的走到前面嘛，对吧？你经商的，你再怎么厉害，你也要在后边跟着呀。那你比如说这个，我我好事儿嘛，查了一下，那之前说这个东北的乔四爷说是东北十大黑社会之首，那后来我不知道在网上怎么查的，就是说变成了全国十大黑社会之首。那至于他是不是之首这个事儿， 呃，这个我不做争论，因为我也不是具体的、啊、特别的了解。但是就说当年乔四爷被这坊间传闻的这个故事，是吧？就因为他冲撞了那我国某个领导人的这个哎车队，那人家是警车鸣笛开路，你所有的车呢都要避让。 但是你因为啊觉得自己牛，觉得自己厉害，你把人家政府车队给冲撞了，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你不一样，你再厉害的人，你不一样也被抓了吗？所以说这顺序这东西很重要。即便那我们经商的，或者说啊我们这个可能家中非常的啊这个富足，非常的富有，但是你也要摆清这个位置，就是说这个顺序。所以说一旦顺序摆不好，真的有可能有性命之忧。那。 不妨看看乔四爷的这个例子。那我相信坊间传言既然已经都传成这样了，这个故事呢也想必就是真的。好，那我们继续，算是书归正文。那说这吴月娘呢，在前头啊，之后跟的就是这个李娇儿、孟玉楼、潘金莲、李瓶儿啊，这个一字顺序排开。之后呢，最后是这如意儿和这个慧秀，随后啊抱着这官哥嘛。 把这关哥呢是包裹的严严实实，那你能看出这关哥的待遇呢也非常的啊、哎、这个特殊，非常的好。这脚底下还给他拿蹬着一对这个铜火炉啊，就怕这孩子凉着嘛，是吧？从小你把这个脚丫保护不好，可能是对这个肾不好啊。这小男孩那西门庆家的嘛，哎，对自己孩子肾那一定要保养好，拿个小铜火炉烤着，不让小脚丫哎凉到，那保护好这孩子的肾嘛。好。 继续这个啊，提回正文啊。那话说这一行小厮等跟随就返回到了西门庆的家中。西门庆这个时候啊正在上房吃酒，这吴月娘等众人进来啊，彼此向这西门大官人道了万福，都坐下，然后众丫头呢也都彼此进来磕了头。那吴月娘就把今日这席间之上啊结亲的这个事儿就和西门庆是说了一遍。这西门庆听了之后啊。 说今天酒席之上啊、哎，都还有哪几位堂客呢？西门庆比较关注的是这个，他比较关注周围的环境哎，至于为什么，稍后咱给再说哈。那这月娘说到说有这个上举人的娘子，还有这个朱旭班的娘子，还有崔庆家这个年家母、啊，然后还有两个侄女等等这些。 这西门庆一听，哎呀，倒吸了一口冷气，是吧？这个没办法了，因为这边上这些人呢，也都是达官显贵之妻，所以说这个事儿啊，就是他结亲家这个事儿，那马上就会传的是满城风雨，谁都知道了。那西门庆就继续说到什么？说这做亲啊，也就罢了，只不过我觉着这门亲事做的呢，有点不般配。 哎，月娘，你看这个时候啊、哎，就表现的非常的老道，非常的有经验。你看吴月娘怎么说？说这个事儿啊，哎，是吧？是我家嫂子，她说就指的这吴大妗子。说吴大妗子说，初到他家的时候，看着这个长姐和咱这关哥啊，在这个床炕之上啊，玩的非常的欢乐。哎，就觉着说，你看这两个小两口啊，跟在被窝里玩似的，是吧？你打我一下，我打你一下，好不热闹啊！ 于是就叫我们众人前去看，但最终才有了这酒席宴上的这门亲事。哎，你看吴月娘这话说的什么道理啊？推脱，对吧？推脱责任，把这个责任说的是谁啊？一看西门庆，哎，对这东西不太满意了，不太满意怎么办？是吴大镜子，哎，挑起的这个头。那我们众人呢，只是觉着还不错，所以就答应了下来。所以说，吴月娘这个人啊，真的城府是非常的深啊。 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说，吴月娘继续说道：“说刚才啊，我这也让小厮啊抬了一些这个东西，全都过去。哎，这个也作为咱们这个府上有些面子嘛，对吧？我们咱也是当官的，哎，咱也是这个富甲一方。”这西门庆继续又说了一遍：“说既是做亲啊，哎，也就罢了。但是啊，我还是觉着有些不当，不般配。” 哎，你看这个西门庆哈、啊，这个很少发表这种反对意见，但是对于这个事儿，他却连续说了两遍不般配。为啥？西门庆就解释了，他说：“这个乔家虽有这门家世的亲戚啊，说和你吴月娘家是吧，和那郑三姐家有点亲戚关系，但是他好歹只是个县中的大户白衣人。这白衣人什么概念？就是你身上无官嘛，你没有这个官帽戴。那西门庆现在是什么？” 西门庆现在是五品官啊，这五品官地位也不低的嘛。所以说西门庆是有点瞧不起这个乔大户，那认为呢他不是当官的，自己是当官的啊，门不当户不对嘛。所以说西门庆继续说道，说这个他家好在还就是个白衣人，你看我们现在都是当官的，你呢又是这个诰命夫人，对吧？这个咱们的身份地位，好歹咱都是管着事儿的。 以后等这个咱再召集朋友啊、亲戚的一起全来，咱都是当官的一桌。你那个当布衣的是吧？你戴着小帽的人，你如何和我们坐戴官帽的人坐在一张桌子上呢？这是西门庆想要强调的关于门当户对的问题。那其实你说门当户对重不重要啊？啊、呃，这个各位听友您听好，我个人的观点，或者说我这么些年啊、呃，总结的，或者说想到的。 门当户对真的非常重要，我们千万不要被所谓的年轻、所谓的异想天开的爱情就麻痹了我们自己，觉得门当户对并不重要，我爱他，他爱我就够了。 但是实际上，我们真的走下去之后，你会发现，我们的生活不是两个人有那个彼此碰撞在一起的那个火花，那个爱就足够的。因为真正走在一起的是什么？真正走在一起的是两个家庭，两个家庭的背景，两个人成长教育环境背景的不同，都可能导致我们未来在婚姻生活当中的矛盾，或者说不和谐。 所以说，门当户对这点真的非常重要。我不是说建议各位什么啊，所谓的嫌贫爱富啊，或者说，哎，这个找一个就家境差不多的，这个当然也是我们要选择的一方面。但是更重要的是，彼此要看家庭的这个环境、背景、成长的这个过程。 因为人和人成长的环境不一样，对于一个人的想法、思维方式也就截然不同。如果说生活在一起的两口子是用两种思维方式在进行着交流和沟通，两条平行线，你放心，它永远是走不到一起的。即便啊、哎，这个婚姻生活啊走到最后，啊、哎，也可以非常的长久。因为现在咱很多人说了嘛，为了孩子，哎，咱要把这个婚姻维系下去，但是。 没有交集的生活，没有交集的婚姻，注定那就是失败的。好，那这个题外话说到这儿啊，这也就是说明这门当户对啊，其实真的很重要嘛。好，那西门庆继续说道，那、哎、说这个，你看这个情况，就觉得不好嘛。他戴小帽，我们戴官帽，这个就不配。然后呢，来这西门庆又说说，你看前两天这叫京南港。 哎，这个央吉营里啊，张亲家，这张亲家是谁呢？啊，这书中暗表就是这陈经济的娘舅嘛。还是再三的和我说要做亲，说他家这小姐啊，也是这五月生的，和咱家这孩子呢，哎，就是就是差了差了这五个月嘛。所以说呢，哎，这个也觉得咱是比较般配啊、哎，就让我许做个亲家。但是我就嫌他这个孩子呢，哎，其实说白了是房里生的吗？不是这大媳妇生的，这个。 哎，这什么嫡出庶出啊？这种区别还是很大的。所以说，西门庆呢是很在意这种东西的。那、哎、于是我就没同意他。这个时候啊，一直关于这门谈亲的时候一言不发的潘金莲，终于是绷不住了。那潘金莲这个时候终于发言了，是吧？这一句话说的呢，也是让自己找了一顿臭骂。那话说，潘金莲说了什么呢？他说：“嫌人家是房里养的，说谁家是房外养的呢？” 你想啊，潘金莲这话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你官哥，这不也是李平儿生的吗？是吧？他这不也是房里养的吗？那不是这个正房媳妇儿养的，是吧？而是这个小媳妇儿李平儿生的。说就是这个乔亲家这孩子，这也是房里生的。所以说说这话，你想啊，这马上把这个西门庆气的哈，是怒骂。 啊、哎，然后直接骂说：“贼淫妇！说你还不给我他妈滚出去是吧？你看这个西门庆啊，一旦伤及到官哥的时候，他是有点失去理智的，因为他是标榜着自己啊非常牛、非常这个啊非常好的一方面，哎、啊，觉得自己李瓶儿给他生了个官哥，那一切都是光明、伟大、正确的。你任何的反驳，或者说任何的啊这种不和谐的因素，我都不想听着。” 于是几句狠话就把潘金莲骂的是无地自容。这潘金莲呢也算是羞红了脸，是抽身而走。这边走的时候，啊，这个潘金莲嘴里还骂骂咧咧的在那说说：“谁说这是我说的？这是事实，是吧？事实如此啊！你想，这西门庆、啊、可能气得在后边，这裤腰带都解下来了，就准备去抽。但是这潘金莲呢，好歹是跑得快。但是咱说到这儿啊，你也得想到。” 这潘金莲啊，今天这一天也都算是憋了气。你想啊，本来去吃吃喝喝啊，自己作为这个六分之一啊，当然去了五个人嘛，作为五分之一，但是重点完全都转变了。尤其像潘金莲这种人，一直没受到过社会的重视、人情的重视。那本来想作为西门庆的媳妇呢，也得到重视一回，这个咱们也可以理解。人嘛，是需要得到这种被认可的。 但是你到乔大户家，那、呃、这个之后，后来发现主角变成谁啊？主角变成关哥、李瓶儿以及吴月娘，和他又没什么关系。所以这种人啊，是发自内心的生气啊。这个事咱们是可以理解的，将心比心嘛。所以说，潘金莲确实啊、呃、是一可怜人。那话说啊，把他跑出去啊，这事咱不表，单说西门庆就继续问这吴月娘说：“这大镜子怎么不来啊？” 啊、哎，这吴月娘说啊，说这个乔亲家母呢，这明天啊，以及众官娘子啊，也都要过来，所以说、啊，我把这个吴大妗子就留在那儿，还让他陪在那儿，说一起过来。这西门庆说啊，说这个，你说这席间的这些事儿啊，你们这个座次啊，或者说酒后啊，还、哎、排的不怎么好，也就罢了，咱不行，这个找个机会是吧，把这个亲。 推掉就算了，当然这个话西门庆没说，只不过是憋在心里啊。这西门庆咱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时候其实他不太爽，他觉着自己这么一宝贝儿子就跟了乔大户家的这么个女儿，他觉着这事儿呢其实是不合适的。那咱单说这潘金莲，那、啊、这潘金莲呢也没返回自己房中，而是径直跑到吴月娘这边屋里啊去哭了，因为他也知道你回自己房间之后嘛，没人听你哭诉。 你只有到吴月娘这儿呢，不管吴月娘等会儿回不回来，包括什么孟玉楼啊等等这些人，离这儿也都不远。那究竟潘金莲又哭诉出了哪些委屈呢？又是否有人能够替他伸张正义呢？咱们下文再说。谢谢大家，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的持续关注与支持。在片尾我也做个小广告，希望您如果觉得我这段子还好。 帮忙宣传推广下，更多的关注和支持才是我坚持下去的动力。最后一句老话，希望您有钱的捧个钱场，有人的捧个人场。兄弟在这儿先谢了，我们下期再见。七再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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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再见。